大家好，我是吴景成，今天我要演出的是单簧管独奏，担任伴奏的是刘佑轩学姐，演出曲目为 Adia and Dream， 此曲为二段式的乐曲，分别是优美旋律的 Adia 和立德想跳舞的华尔兹，由单簧管演奏都能表现出单簧管的音色，请大家慢慢欣赏。Thank you.